你的拳头越来越厉害了，我差点经受不住了。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，玉虎。表面上看，你的铁布衫好像能经受得住最尖锐的刀锋，但它其实取决于你功力的高低。若你的对手功力比你深厚，你的铁布衫就抵挡不住了。听到了吗，宝家？原来是你的功力有长进了。我只是遵照师父的教诲而已。 随着你不断放下各种执着，束缚你功的锁链也会慢慢解开。玉虎，你也要多用玉镜关照自信。是，师父。打坐时不能心存杂念，否则会被邪恶钻空子的。师父，赤龙是每个古尔人心中都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。为了救我的同胞，我必须打败赤龙。哎，大道如青天，逆渡不得解。 我心意已决，舒燕不能召唤她的护国神灵，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再等下去，我的国家就完了。玉虎，为师我只能为你指出道路，但走不走，在于你。